冰雪奇迹由燕庄芝麻油冠名播出，燕庄芝麻油头到初榨自然浆。接着，行，接一下，然后。祝贺大战告一段落，暂别韩国明星队，中国陆军队来到了位于韩国建文道的平昌郡，这里风景秀丽，气候宜人，队员们就在这里接受为期一周的体能和滑雪训练，为后面的决赛做最后的冲刺准备。为此，节目组特别从国内邀请到一位神秘嘉宾前来助阵。那么，这位神秘的特邀嘉宾将为队员们安排什么样的特殊训练任务呢？到达我们今天的目的地，搞得跟你很熟一样。有人吗？有人吗？来吧，到家了。你那边请。滚。听说你们前一段时间很顺利，是不是？还行还行。知道我是来干什么的吗？过两天大家会有一个大的挑战，所以呢，我就是你们的救兵。啊！他一个人替咱们滑去了，是不是？接下来给大家找了一个非常棒的高人，他自己也是奥运冠军。那他作为你们的教练，他会全力以赴，毫无保留的交给大家。好的，大家加油！现在给大家十分钟时间上房间安排自己的东西，一会儿我们在外面的草地集合，集合，好了 ，OK。